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九月十三礼拜三个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双子座，今天呢是身体健康、无病无忧的好日子，心情非常好。天蝎座朋友要恭喜你了，今天呢适合出差旅行，接洽业务呢都会超级顺利哦。摩羯座朋友呢，今天呢是会遇到金主，能够顺利的签单赚大钱。两名星座今天要特别小心了，分别是母羊座的朋友啊，社区的安全呢让人担忧。金牛座朋友呢，今天会发生职场的纠纷，让你想要换工作。各星座今天的幸运数字颜色推荐给大家：火象星座请用银色数字5，土象星座请用蓝色数字3，风象星座请用咖啡的颜色数字4，水象星座请用紫色数字1。